等到什么时候？ 你求得来吗？ 你跪得来吗？ 你越跪， 他越瞧不起你， 他越欺凌你， 越迫害你。 现在所有的中国人， 无论是什么阶层， 都受这个红魔体系， 马列主义体系， 这个邪恶的恶鬼政权，魔鬼政权的奴役欺凌，无论他是谁，无论他是哪个阶层，你不要看他是什么部队的师长，他是军长，他是司令，哪怕他是上将又如何呀？说关就关，说杀就杀，说抄家就抄家。你别看他是省长，他是市长，你看他坐在那个讲那个会堂上讲。 讲的这好像是个领导，是个大干部似的，转眼说抓就抓了，双规关黑监狱，关完了电视认罪，不敢上诉，贪的亿万家产一夜飘零，连累家人妻儿老少，谁有安全感？谁有安全感？ 那些大检察官们，他们有安全管吗？他在判别人的罪的时候，不知道哪一天突然他坐了监狱，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，人人自危，在这个邪恶的、残暴的体制下，人人自危，没有谁是安全的。 大家一定要看到我们的力量。你们不是说方兵是黑暗中的一盏明灯吗？既然希望已经点燃，就绝对不会让它熄灭。你们只要传播方兵，这个明灯就在你们的手上，你们就会照亮中国。方兵号召。 号召，加个符号两点，打两个点，全民反抗，还政于民，12个字，你们就打出12个字，在国内所有的网络媒体上传，只要是有网络媒体地方就传。有些人不会上网，不会传的，你就用嘴传，用嘴说。 在你的身边，在你碰到人当中，你去说，加两句，说中国啊有个方兵号召，全民反抗，还政于民，就这样说。有些人不会说的，你可以贴标语啊，拉横幅啊，现在到底封城禁了。 现在横幅上写几个字：“方兵号召，全民反抗，还政于民。”让方兵的旗帜，让全民反抗的旗帜飘在中华大地的每一个角落。只要大家这样做了，他残暴的政权，无论他怎么邪恶，他怎么残暴。 他一定在淹没在人民的反抗的汪洋大海之中。我们的力量是强大的，力量是我们的。你们不要看到现在，好像他们有多少军队，他们有多少武警，他们有多少公安。 他们有多少航空母舰，多少导弹，多少核武器，多少军舰，多少坦克，朋友们，同胞们，那不是他们的，那是我们的。你们要清醒，他不是对哪一个人的危害，他是对一个民族的危害，对人类的危害。所以大家不要担心。 我一再说不要担心，不要担心我。包。
猫真是人类的公敌，怎么可能让它继续啊？今天病毒的危害，病毒的猖行与暴政同行，病毒的根源是暴政，只有采集暴政才能采集病毒，大家一定要清楚这一点。病毒无论怎么势力，可是暴政的邪毒，暴政的恶毒，暴政的残酷远远大于病毒的残酷，大家一定要有信心，我们一定能铲除暴政。既然你们都叫方兵，哎呀，英雄啊，勇士啊，几十年出来的方兵们，那就要有信心了，不要担心我呀。长江边，我的家呀，我就在长江边，我的家就在长江边，我就在堤外边，现在是做成了这个武汉滨江公园。那个时候的水挺大的，有时候满起来了，真是滔滔长江黄河水，多少英雄成故人，洪波浪鬼欺华夏，快意恩仇了此生。大家要相信我，我的力量来自于你们，只要你们去传播，我们就一定能够胜利。真的谢谢大家，他们暂时还不敢敲门。传递的傲慢，只有对金钱的贪婪，毫无人性。很多朋友们劝告我，叫我不要说他们，不要说什么暴政了、还政于民了，不要说了，说我不说了，我的安全一定有保障。他们掩盖的那个盖子揭开，得到全世界的认可，得到全世界的称赞，他们可能不会动，有这种可能，但是我不能不说，因为他不动我，他会动你们，会死去多少你们俩，会被关掉多少陈秋实。清醒，我们不能退，没有退路了。从今天起，今天2月7日，我发起的全民自救互助运动升级为全民大反抗运动。我们从今天开始宣起全民大反抗，全民反抗暴政，全民反抗中共暴政。从今天开始，无论海内还是海外，地不分东西，人不分南北，不分阶层，不分行业，都要团结在全民反暴反抗的道路上，都要高举全民反抗的大旗。一切权力属于人民，对还是不对？国家的权力属于人民，对还是不对？这个你没得分辨吗？国家的权力属于人民。哎，现在呢？现在的国家权力就属于你们那几个掌权的人，在你们的手上，这是不是事实？嗯，哎，
又说什么？哎呀，这些什么湖北省的省长、湖北省的书记、武汉市的市长、武汉市的省长什么什么，他们是奴才呀、啊，他们是奴才，唯上是从，唯命是从。看其意思嘛，核心意思的嘛，那就这个嘛，可怜不可怜呐、啊？我说你，哎呦，我的省长。你那个省长，你那是省长，你那个市长是市长，就是个奴才，你不然怎么会今天搞成这样呢？你还领导一切了、啊、你。是不是就那几个人手上？什么大法官、最高人民法院，你是独立审判吗？你判我15年，你是按照法律独立审判吗？你还是唯命是从啊？你还是一条狗，我就说你就是一条狗。你不是大法官吗？什么叫颠覆人家规？颠覆国家政权规？国家政权属于人民，你们几个人拿去了？那是不是叫你们颠覆了国家政权？颠覆国家政权的人是你。你犯了颠覆国家政权罪，对不对？这些大法官们，你说我说的对不对？方斌说对了没有？